干嘛，少芳？啊，你干嘛？我不想干了。你不想干了？那你想干啥？干啥都比干这个强。一天到晚干苦力，什么时候能出人头地？少芳，每个人的命运不同，出人头地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同了。机会？一天到晚窝在这破工地有什么机会？一天到晚抽这种破烟，穿那种破衣服，走在大街上狗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少芳，机会不是天上掉馅饼，也不是聚宝盆里生元宝，机会是靠我们自己争取来的。是，干工地是苦是累，对于我们这种刚从农村出来的人是很难出人头地，但是咱得坚持呀。少芳，咱要让咱在这座城市里边有生存能力的时候再去尝试走别的路。可是我现在就想走别的路，这工地我一天都不想待。不想待也要待着。你才干了多久啊？认识多少人，存了多少钱？男人的野心需要脚踏实地，你知道吗？任何不脚踏实地的野心永远都只是眼高手低。我，你什么你？你想想我们家里的父母，你再想想你以后的老婆孩子，累了抽支烟可以，但是抽完这支烟必须把帽子捡起来。